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话廖家辉埋边啊快嘅，咁啊再见到外边咧龙之心啦，出边仲有只铜满满啊，但系第四位仲有钱多多啊白衫啦，埋边位置就系呢只腾飞塔红衫嘅，出边天时命居最出浅蓝帽浅蓝衫咧，黄帽嗰只妙玲珑啊，内栏红衫咧仲快狠准，出边粉红帽就钻石宝宝啊，后啲嘅马啦，先有港林福将啦，咁啊响埋边位置咧就系呢只金樽银星啦，后边嘅马啦，咁啊橙蓝横间衫咧就古浪非凡响尾二，暂时垫落。黄衫黄帽都系要攞出去咧，中外档噶啦，系嗰只进行星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就铜满满啦，咁啊妙玲珑第二位，天时明驹就响第三，龙之心第四、第五位中档位置，仲有呢只妙家辉啊，后多层咧仲有钱多多啦，出边追少少就钻石宝宝啊，咁啊大外档嗰边系古浪非凡嚟噶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300米到啦，透出嘅马就龙之心粉红衫，响佢外边咧系妙家辉啊，后多层嘅马仲有快狠准，出边啊钱多多，后边嘅马咧先有呢只进行星啊，最后100米龙之心将后边嘅对手远远抛甩，而先拔头筹赢马，跑第二名系呢只快狠准，中间钱多多，出边仲有只进行星咧，相当接近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呢只粉红衫、粉红面菇嘅龙之心，咁啊将后边嘅对手掟甩赢马，第二名啊近啦，快狠准、进行星中间夹住钱多多，需要影。好，你一起步风筝慢咗啊！前面快噶嘛，盛世名驹、胜利之王同埋闪耀威龙啊！第四位咁啊，有呢只爱马线啦，最出白帽咧，亚洲藤王摆前啲，跟住个大约第六位橙衫就俏郎中啦，后多针噶嘛，星运名着皮具大师啊，响外边绿色衫系哈利波特啊，尾五紫色眼罩内栏啦，合火年代后边四匹马小刺蛋啦，发财秘笈暂时响呢个尾三嘅位置啊，尾二健康第一啊，出闸慢咗个风筝咧就暂时垫后啊，过呢个咧就系。800米段处转香港体育院湾啊，盛世名驹系放头嘅马喎，跟住第位就闪耀威龙啦，胜利之王第三，亚洲藤王紧随第四啊，内栏第五橙衫，仲有俏郎中啦，出边爱马线啦，再数后边嘅马，星运名着哈利波特，合火年代皮具大师啊，尾四绿色衫红帽发财秘笈啊，咁啊尾三黑衫嗰只咧就小子弹啦，后边两只健康第一同埋内栏暂时垫后系风筝嚟噶，好啦，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占先仲系盛世名驹啦，外边。就闪耀威龙啊，两个马中间大白鼻梁嗰只系胜利之王啊，外边冲咧仲有亚洲藤王啦，后多针嘅马咧就星运名着啊，喘入边上嘅马仲有啲发财秘笈，外边追啲哈利波特啊，最后100米盛世名驹偏嚟偏去占先咗嘅，外边亚洲藤王逐步咬上嚟，最后50米外边亚洲藤王，入边盛世名驹，两匹马相当接近，第三名胜利之王，第四名要影啊，内栏发财秘笈，咁啊外边追。仲見到咧就係小刺蛋，中間橙衫咧就係俏郎中啊！終點嗰步，岌上岌落，埋邊勝西明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有功頂啦，歡樂好友出邊皆運發啦。第四位咧中檔位置啦，就係呢只遨遊天下，響出邊紅衫白帽啊，萬事旺啦，萬事發啦，咁啊再見萬事靚啦。再內欄位置係前途光明啊，後多陣咧咁啊粉紅衫嗰只咧就係好運寶馬啦，出邊係奮鬥齊心啊，後啲嘅馬神魔金剛啊拍住快錢啦，粉紅眼罩尾四係金槍武士啊，後邊三匹馬啦，洋洋帶到紅衫啦，橙衫尾二內欄嗰只咧就幸運天賦啦，暫時墊後係。都拍名驹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佳运发就占先少少嘅，咁啊见到万事靓咧，红衫就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嘅马啦，有欢乐好友啦，咁啊再见到第四埋边系功顶啊，中档咧就系呢只遨游天下响第五中间嗰匹啊，埋边啊前途光明啦，后多阵粉红眼罩咧，仲有金枪武士啦，粉红衫咧，哎呀嗰只咧奋斗齐心咧就撞烂啊，好啦，斗到嚟最后200米到啦，佳运发透出啊，埋边位置打上嚟，万事靓个反应都好好啊，跟住后边个位置仲有。攻顶啦，中档冲紧就遨游天下，最后100米攻顶从个马林中间入边穿插而上，中间系佳运发，外边就遨游天下过终点，攻顶赢啊，跑第二名噶嘛，有呢只咧就佳运发啦，咁啊同埋遨游天下外边追上嚟，有红衫嘅洋洋大道同埋粉红衫，好运宝马，结果今场赛事呢只攻顶专过嚟千。
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嗰只起步咧就慢咗少少添啊，出閘嗰下前面快噶嘛，粉紅衫蔡德爾啦，響入邊潮州大興啊，黃衫啊東方精神第四位啊，咁啊有呢只金髮銀髮啦，出邊咧就合夥金勁埋邊啊，內欄第五位就係黑衫嗰只咧就金鼓齊星嚟噶，後邊嘅馬啦，速騎擠星啊無敵勇士啦，咁啊再後邊尾六黃衫係起步啊，出邊咧咁啊仲有呢只咧就獨角獸啦，後邊四隻包裝大勝龍的風采勝利神區啊，暫時殿後咧係左字勇區嚟噶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頭嘅馬係潮州大興啊，跟住第二位係蔡德爾啦，東方精神第三位，第四位金髮銀髮啊，第五位仲有金鼓齊星，第六無敵勇士啊，內欄第七就速騎擠星啦，出邊紫色眼罩就合夥咁勁啊，馬林中間啊黃衫就起步啦，後邊嘅馬掟出去大外檔係獨角獸同埋勝利神區，等入邊係包裝大勝啊，咁啊暫時轉彎咧包尾入直路係左字勇區啊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係金髮銀髮啊，咁外邊無敵勇士冚住咗金鼓齊星，黑衫嗰只仲未有位啊，中間上嚟噶嘛有起步啊，出邊上咗少少，仲有就合夥咁勁，大外檔左字勇區上緊嚟，最後百零米金髮銀髮透出，無敵勇士喺中檔入邊打緊上嚟，仲有金鼓齊星接近終點嘅時候啦，金髮銀髮何澤耀五百 win 啊，第二名嘅馬咧就金鼓齊星，第三外邊左字勇區冚咗上嚟，中間無敵勇士勝利神區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金髮銀髮就將後面嘅對手拋甩夜馬，第二名埋邊金鼓齊星，外邊由包尾追上嚟啊！左字準備多當黃旗舉起。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！前面快噶嘛，幾個箭步已經擺咗喺前面啦。維港智能啊，放啦，包裝必勝咬到第二喎。出邊啊，落滿貫最出夢想成金啊！內欄第五就美麗笑聲，第六位南晚就必長勝啊！再後邊嗰五匹馬啦，幸運有你啦，灰馬係旋風飛影啊！後邊三隻美麗奔馳啦，紅帽尾子咧就係齊齊有福，暫時殿後係東方飛影嚟噶。咁啊，轉香港體育院灣啊，前面放頭嘅馬就係維港智能啊，外邊啊夢想成金啦，美麗笑。跟住第三、第四位仲有落满贯啊，内栏第五包装必胜啊，第六位南晚就仲有必长胜啦，再数后啲噶嘛，幸运有你旋风飞影响尾四啊，尾三系美丽奔驰啊，后边一对红帽走入边齐齐有福，暂时包尾系东方飞影啊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前面维港智能仲系占先啊，包装必胜先过梦想成金，直追维港智能，后边噶嘛，中间有必长胜，出边旋风飞影，最出嗰只系美丽奔驰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维港智能俾落去。將包裝必勝越跑越甩夜馬，後面我話包裝必勝第二位，出面上嚟仲有美麗奔馳，中間旋風飛影，維港智能輕鬆贏啊！跑第二名有包裝必勝，第三名嘅馬咧外邊美麗奔馳似乎一路壓住咗嗰只灰馬旋風飛影啊！結果呢只維港智能都係輕輕鬆鬆啦，擺到喺前面走，再次係一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位置有波爾多比較快喎，出邊勁進光輝亦都搶上去噶啦，咁啊中間咧灰馬安彩啦，出邊仲有隻犀利哥啦，咁啊中檔橙衫黃帽咧仲有周遊列國噶，後多浸嘅馬啦，內欄和道復星啊黃衫啦，中間有掌聲，出邊咧仲有合夥精英，最出嗰邊仲有木火兄弟啊，大約喺個尾五嘅位置係三江飛輪啊，尾四藍帽嗰只咧就標誌五支，後邊三隻精彩動力高瞻遠矚啊，暫時殿後馬匹咧係嗰只自然力量嚟噶，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前面放頭噶嘛，係嗰只勁進光輝啊，外邊犀利哥啦，進佔第三位係安彩啊，第四位走咗出邊喎，係木火兄弟啊，內欄咧紅黑直間衫，仲有波爾多，中間橙衫咧就周遊列國啊，出邊上咗少少咧，仲有隻合夥精英啊，後邊嘅馬啦，咁啊有掌聲啦，和道復星啦，尾五位置紅衫係三江飛輪啊，後邊四隻標誌五支精彩動力啊，尾二位置高瞻遠矚，暫時殿後咧仍然係自然力量。過咗呢個一千米嘅段處啦，咁啊接近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放頭嘅馬都仲係嗰只勁進光輝啊，犀利哥第二位，木火兄弟第三，內欄第四，波爾多中間第五，灰馬安彩啊，出邊紅眼罩第六位咧，仲有合夥精英啦，馬林中間周遊列國啦，入邊黃衫係和道復星啊，後邊五隻三江飛輪，尾四位置藍帽等緊位喎，係標誌五支啊，外邊啲馬開始冚上去啦，咁啊見到有呢只精彩動力同埋自然力量啊，包咗落尾嘅馬。
係高尖遠足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咧仲係競進光輝啊，中間米智波爾多木火兄弟，出邊咧仲有呢只合夥精英已經係追緊上嚟噶啦，後多浸嘅馬，咁啊仲有標誌五支啦，出邊啊自然力量啊，最後200多米，咁啊見到透出嘅馬係波爾多，外邊位置追合夥精英啊，埋邊衝上嚟好勁啊，只標誌五支，出邊位置仲有自然力量，最後100米波爾多一路壓住呢只標誌五支，第三名嘅馬咧係合夥精英啊，第四係自然力量啊，咁啊結果嚟到呢場賽事呢只波爾多緊隨一個相當好嘅位置。直路上面咧就出頭先，而後邊嗰只標誌五支咧，臨尾有少少外閃啦，亦都孭住個重磅啦，衝翻上嚟跑第二，合夥精英第三，自然力量跑第四。黃旗舉起，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內欄位置係加州星球嚟嘅，響外邊係金鑽貴人啊，跟住個第三位咧就係黃衫淺藍帽嘅福日啊，內欄第四夏威夷啊，咁啊暫時電腦嘅馬匹咧係嗰只速遞騎兵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跑咗一段嘅路程，接近呢個10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方大家都預計到噶啦，加州星球佔先噶啦，金鑽貴人已經係咬住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嘅馬啦有福日啦，內欄第四，咁啊見到呢只夏威夷啦，咁啊跟住個第五位嘅馬咧就係速遞騎兵嚟噶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咁啊前面放頭嘅馬依然都仲係呢只加州星球啊，咁啊跟住響第二位有金鑽貴人啦，咁啊後邊嘅第三位係少少移咗出去咯，係福日嚟嘅，埋邊第四夏威夷啊，咁啊暫時電腦馬匹咧仍然係速遞騎兵嚟嘅。好啦，依家睇翻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啊加州星球啊佔先少少，金鑽貴人開始上嚟啦，外邊位置福日，埋邊係夏威夷，出邊追跟上嚟，仲有隻速遞騎兵，最後300加州星球佔先，金鑽貴人逼咗上嚟，兩匹馬鬥得難分難解，外邊福日亦都加入戰團，最後200米金鑽貴人已經透出，埋邊加州星球進佔第三，福日。外面咧仲有只速遞騎兵接近終點，金鑽貴人贏出女王銀禧紀念杯啊！跑第二名嘅馬係加州星球，咁啊至於後邊嘅福日啊、速遞騎兵都跑得好接近啦，金鑽貴人都認真厲害啊！今季已經先後贏咗馬會短途錦標、華商會挑戰杯、百周年紀念短途杯頭冠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內欄位置係呢只自勝者強啊，中間有馬路啊，咁啊外邊啦粉紅帽都不敢怠慢啊，係永遠美麗啊，咁啊最出咧就係呢只安宇啦，留守第四位自勝者強，第五位咧就係呢只咧咁啊魅力之餘啊，咁啊再後邊嘅馬啦，先見到知足常樂啦，中檔位置係起旺區啊，後邊嘅馬內欄橙色帽橙色袖咧就係呢只直線力山啦，外邊位置係新力高升啊，咁啊再見到尾五中檔一代天驕啦，後邊四隻美麗宇宙爭友尾位置旗幟鬥士啊，暫時殿後咧係嗰只遨遊氣泡啊。好啦，過呢個1400米段柱開始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咧係嗰只馬路啊，咁啊跟住響第二位就安宇啦，內欄第三自勝者強永遠美麗響個第四啊，咁啊再見到第五位嘅馬咧係知足常樂啊，埋邊咧就魅力之餘啦，再後邊嘅馬有爭友直線力山啊，咁啊大約響個尾六個位置藍帽藍袖咧就係新呢只咧新力高升啊，再後邊嘅馬遨遊氣泡外邊上咗少少啦，埋邊一代天驕啊，後邊三隻美麗宇宙爭友同埋橙衫嗰只。是旗幟鬥士嚟噶，轉呢個800米彎啊！前面帶頭嘅馬咧係嗰只馬路啊，跟住響第二位安宇啦，埋邊第三仲有自勝者強，第四位係永遠美麗啊！再後多層啦，內欄係魅力之餘啦，出邊走咗上去遨遊氣泡啊！中檔大約跟住個第七位咧，仲有知足常樂啊！響外邊嘅位置咁啊，仲有新力高升啦，後多陣咧仲有希望區，埋邊等位就直線力山啊！掟到最出係美麗宇宙啊！後啲先有一代天驕旗幟鬥士爭有嗰啲馬，好啦。轉彎入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咧，仲喺呢只馬路啊！見到率先上嚟，有粉紅袖嘅永遠美麗啊！再見到入邊自勝者強揾緊位，外邊追，仲有呢只遨遊氣泡，出邊上緊嚟，仲有新力高升，最後100多米透出嘅馬咧，仲係呢只永遠美麗，外邊遨遊氣泡前鬥緊，入邊上嚟，仲有自勝者強，最後100米，外邊遨遊氣泡，入邊就係呢只自勝者強，中間永遠美麗，今年打邊嘅得主，外邊位置遨遊氣泡有冇？冇機會冚過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出閘咧都嚇一嚇㗎，呢只遨遊氣泡響較後嘅位置，外邊分段逐步踩優上嚟，外邊係遨遊氣泡，內欄穿上嚟，自勝者強中間夾住，永遠美麗跑第四段途賽，第二係四。
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咧埋邊位置進步啦，歐洲傳奇啦，中外檔嘅馬有呢只美麗邂逅啊，最出嚟易勁力啦，中間夾住運來勇士啊，大約跟住個第六位啦，外邊紅衫人和嘉興啦，內欄黃衫咧第七位仲係年年豐盛啦，中間夾住魅力寶區六三紅帽就係旺旺神區，而家響個外邊嘅三位嚟噶，後啲嘅馬啦，先有金寶啦，九運暫時響尾四啊，後邊三匹馬中橫大進、勇敢夢想咧就粉紅衫響尾二啊，暫時殿後係嗰只白髮白仲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美麗邂逅就佔先少少嘅，見到第二位有易勁力啦，外邊係運來勇士啊，埋邊第四咧就進寶啦，等入邊有年年豐盛啦，馬林中間歐洲傳奇啊，外邊冚嘅馬，咁啊有呢只旺旺神區，旺旺神區後邊有九運，九運後邊有勇敢夢想啊，最後三百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埋邊啊美麗邂逅，元蘭打上嚟有進寶，外邊冚啦，旺旺神區，馬林中間仲有歐洲傳奇有啲內線。中道位置人和嘉興接近終點，外邊冚上嚟，旺旺神區好似行過咁贏啊！跑第二名歐洲傳奇啊，第三名埋邊美麗邂逅同埋大愛檔勇敢夢想衝上嚟咧，就相當接近啊！結果今場賽事真係重現本色啦！呢只旺旺神區上場慢閘，今日喺閘後邊嘅情緒各樣嘢穩定啦，外邊逢馬過馬輕鬆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，外邊咧就彩虹千里黃衫啦，中檔肥仔醒醒超級龍珠埋邊色種笑啊，第五位有合夥紅心啊，咁啊後多浸淺藍衫進佔第五咧就紅愛射啦，內欄紅衫提紅衣震撼啊，響外邊咧彩虹千里喎，馬林中間暴大威猛，咁啊後邊嗰六匹馬啦，非凡之星快博啦，時時清心啦，後邊三隻威武覺醒宜春火力啊，暫時殿後係嗰只歐洲導彈嚟噶，好啦，接近香港體育園灣啦，放頭嘅馬係肥仔醒醒。第二位外边位置就是超级龙珠啦，内栏第三红爱射，中档第四是色种笑啊，外边合科红心啦，咁啊内栏红衫咧就红衣震撼啊，暴大威猛，马林中间跟住色种笑嚟跑噶啦，外边黄衫是彩虹千里啊，后啲噶嘛，时时清心非凡之星快博紫色衫响尾四嘅，后边嗰个浸啦，咁啊有呢只咧聪明导弹咧宜春火力掟到最出是威武觉醒嚟嘅，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，肥仔星星占先嘅超级龙珠第二位，咁啊元兰最推進的馬咧，仲係紅愛射，中間色種笑攞緊個平衡撳住嘅啫，外邊大白鼻梁暴大威猛開始追上嚟，最出仲有彩虹千里，馬林中間非凡之星，最後三百啦，透出嘅馬係暴大威猛，埋邊超級龍之有啲內閃啊，中間係色種笑，出邊上嚟嘅馬仲有彩虹千里，入邊紅愛射接近終點，暴大威猛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二名超級龍珠，第三名要影相啊，彩虹千里外邊。咁啊，有冇機會過到入邊嘅色種笑呢？結果尾場賽事，姚本輝馬房今日勢頭都勁啊！暴大威猛上千四，咁啊拋甩對手贏啦！超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！多謝大家。